年过生日呢，我自己也送给了我自己一份大礼，那就是我怀孕啦，我要当妈妈啦，我有自己的宝宝啦。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哦，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哦，是真的。近日，演员孙一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拆生日礼物的视频，视频中的他齐耳短发，显得精神状态饱满。视频最后，他突然官宣自己怀孕的好消息，他向镜头大喊：我有自己的宝宝了。妹妹也在旁边兴奋大喊自己要做姨婆了。突如其来的官宣，网友们都十分震惊，同时孩子的爸爸是谁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。但他只透露了男方是圈外人。出道多年，孙一出演过多部影视剧，在电视剧《以家人之名》中，他饰演的齐明月深入人心。感情方面，之前他曾和林更新、张嘉译传过绯闻，但最后都没有结果。今年5月19日，孙一才发视频官宣恋爱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有了宝宝，能这么大方的承认，看来这次真的是找到真爱了。范范最后也恭喜他找到幸福，祝福宝宝健康。谢谢大家那么支持依依，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才是我真正的动力。